人生永远向前，年轻时去冲去闯是人生的黄金时期，过了黄金期步伐减慢，但阅历阔了，人生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下一站锦上路，下一站锦上路。毕少章1973年学师打工，开过工厂做老板，挨了30多年，他2005年决定退休，和一家人搬了入元朗逢吉乡居住。有的，有不方便，因为那里的车呢夜晚黑呢去到夜晚9点而已，那就已经没有车出入了，很静的，夜晚很静，这样就即有时的细路啊回来，尤其是女仔呢，我们都即是担心的。毕少章的细女在中环翻工，属于80后一代，刚刚出来社会揾食，人生的黄金时期啱啱至开始。毕少章一家住的地方是毕太舅父的地，他70年代在度经营渔场，后来帮加道理农场研制新品种的猪。今时今日，香港的猪主要靠国内供应，舅父的猪屋已经荒废。自细嚟舅父快地玩的毕太，索性搬入嚟住，日日种菜。毕少章以前开过5金厂，退休后日日做运动，而他特别喜欢的是踩单车。由买零件、装嵌，甚至是改装单车，都自己一手一脚包办。同埋啲嘢好有时下下假手于人嘅，你自己可能 set 得嘅车冇咁好噶嘛，唔知咩啱自己啊。扣住嘅单车唔好俾佢甩脚，拉上嚟嗰下咧都有力。临近农历新年，毕太用亲手种嘅萝卜同埋芋头做年糕。因为批芋头咯，咁就啲。費事手痕咯，跟住呢個步驟就係投絲啦。自己整嘅，咪將啲舊嘅盤啊，咁咪揾啲紅磚倒紅磨泥，咪製造咗個嗰啲爐咧。即係嗰啲貨栽完貨啲卡板，咁我哋就攞咗翻嚟，咁啊烹開佢或者破開佢，咁啊燒咯，低落個爐度，咁啊一來慳翻啲石油氣啊，而家石油氣太貴啦。整埋先嚇。快啲試下啦你。我心態出嚟踩單車都係諗住。健康啊，做下運動啊咁嘅啫。以前做廠真係唔多，因為忙住做嘢咧，其實真係好少時間玩，冇咩時間玩。曾經有一段時間咧，我唔知係咪憂鬱啦，咁其實我就好嚴重嘅失眠。夜晚黑咧，其實瞓都瞓，瞓一個半鐘頭，一個鐘頭到咁啊，就扎醒噶啦，即係成日個心瞓唔著嘅。試過突然間個眼前花，感覺上支持唔住啦。畢少章小學未畢業，18歲就學師。80年代香港鐘錶業出口蓬勃，佢26歲由工業大廈後巷起家，建立咗一間手錶雕刻山寨廠。哦，呢部系雕刻机嚟嘅，系要嚟挑啲模具啊，咁样做啲制成品噶咯。仲系5金嘅掹头啊，都系我哋呢一行做模嘅。
挑嗰啲字啤落個標底度咯，譬如幾多米防水啊，有啲人啲牌子啊咁樣。即係以前就冇電腦做稿嘅咧，就用人手畫，根據呢個樣板就挑落去個鋼模嗰度。呢個英文係 piston leader， 挑個字樣就啤喺個蓋嗰度。毕兆章话：香港工业最黄金嘅时期，即使佢读书少，但只要勤力，都唔忧冇生意做。呢、这个亦系佢人生嘅黄金阶段。九十年代中，香港地价贵，工资高。香港的厂商开始北望神州，在大陆设厂。毕兆章的黄金期亦都渐渐过去。大势所趋，咁我哋又冇上去啊，咁渐渐就唔够人竞争啊，慢慢萎缩，咁慢慢咁淘汰咯。其实个感觉觉得可惜噶。即係至少以前老豆話你學門手藝第日可以揾食啊咁樣，咁我哋都係由咁樣開始學門手藝，咁慢慢開始做出嚟啊，山寨廠做出嚟啊咁樣，學咗咁多嘢，又慢慢淘汰咗你，咁你。冇辦法啦，個社會係咁樣。即係想退休之後咧，就收租為生嘅。諗唔到一個金融風暴咧，咁啊，你投資嗰啲咧都蝕咗。唔做之後就租咗俾人咯，咁啊靠啲租為生。根本上就係個社會唔要我，係啊，唔係我想退噶。我哋知識水平唔高咧，都係做工業出嚟嘅。其實你話我。選擇做邊行呢，即係都冇乜方向。準備好未啊，大家？今日我諗咗好多，幾十人。今日係大年初一，同往年一樣，畢兆章打算藉住呢個大好日子，約埋一班志同道合嘅單車發燒友，一齊踩單車遊香港，行個大運。祈求新一年有一番新氣象。即係你做生意都係要向前噶啦，向前望噶啦，希望做啲好成績啊，揾多啲啊，生活好啲啊咁樣。但係踩單車其實都係噶啦，即係你都係要努力，要勤力，你要追到前面，你就要成日要練，要勤力嚇，一樣啦。我諗都。有時你追追下，覺得自己應付唔嚟啊，你就要留一留，回一回氣啊，俾自己唞下，咁啊，唞順咗又再繼續追前面咯。喺人生嘅賽道上，畢兆章選擇暫時停賽回下氣，但係佢同太太都好擔心剛剛起跑嘅下一代。牽掛都有嘅，係啲細路咯，啲細路嘅出路咯。即係啲細路，佢如果揾到食啦，咁我哋就即係比較好似覺得安，即係安樂啲咁咯。佢哋嘅細女喺外國讀完會計碩士，好辛苦，先至喺中環一間會計師樓揾到份工。大仔冇讀大學，而家學師剪頭髮，仲將屋企間租屋改做髮型屋。
其實呢個時勢比我哋啲時代會好似機會冇多咁樣，工業少咗啊，其實一行拉百行，即係樣樣都會靜咗啲噶啦。就算是他們做會計的行業，他這個年代的大學生又多，又有他們這班人的競爭一樣。最主要再出來做不會令我自己的生活會很慘的，我都會嘗試的，可能因為如果我們年紀輸了之後就很難翻身，機會覺得真的不是像以前那麼容易。但是現在我都未找到，下半生我想都是順其自然的。現在他喜歡種東西，他有他種東西了，我喜歡踩單車，我有我踩單車，各不相干。